被你们修了跑了。垃圾多多，美滋滋。哎呦！被吸了。哎呦，我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佣兵在哪？不知道他倒哪。
还好。铁石怀表呢？零件多就是可以，想去了就去了，美得很。应该打钻的佣兵足够了，抓铁石时间是够的。哎，不对，你是没弹射的，我干嘛要等呢？直接锤！中间来说还是失误挺多的，太久没玩小丑了，太久垃圾撞墙了。机械师在跑脸上了。慢烧加速，哎呀，没被震慑。咬起来了，怕不怕？这都算鞭尸啊。
噔噔噔噔噔你洗澡。哎呦，还挺久的。哎，我晕的短，你晕的长。哎，他要加速，电击加速。这电机肯定是他修的，小木木看一下吧，然后废墟逛一逛。觉得我这边在跟着他屁股后面跑，他刚才戳了那个最远的那个箱子。这都没耳鸣是什么鬼？终于亮了，走了一万年。打到飞身了。
往左边走了吧。完喽！不让空了一点。他没藏，他宝宝在手上。好啊，放了。上不了车，
哎呦！这波没处理好，背锅了。哇，这把背锅好严重啊！乱挂人，乱挂人出事了。我觉得他赶不到，果然赶不到。打不开。哎呦，开了。还行还行还行，乱挂人出事了，门口捞的，捞回来了。戒尸，还有他的娃娃。
再翻，再翻，翻翻翻，快点！踩我尸！美得不行，要卖了，走喽！卖了，那我就走了。觉得那空姐修得动吗？哦！招魔术，魔术机会大一点。空姐，看他空不空枪。这空姐吃一刀就完全废了。显然他非要去踩那个尸。回头看，这是不回头看的后果。没有感情。佣兵魔术，他没滑板加速，但有分装。估计要交分针了。宝马，他往他左边走了，换人锤，不然没隐身的话抓到不好抓，那只会亏。
再去装武术。不着急，等暖分身消失，我不想把这个决裂耗掉。我等一个决裂，然后再去杀他好了。这边守三连，因为那边电机半边不要了。都已经到了吗？这么快，人还被偷了，我去！难倒了，难倒了，是吧？我失误了。差很多呢。忽然不加后遗症，
我猜他在帐篷，因为他15秒只能往那边跑。你守一下，我去大门看一眼，然后我就回来。佣兵没治愈，调香没治愈。我一刀没了，佣兵应该在开起点的门，然后看完卖了，好真实啊！噔噔噔噔。不去小木屋了，我就是要走这儿，神经病一点的位置。这怕不怕？我假装丢，我吃的真丢。哎，这兵的长。瓜皮啊！救不了了吧？你难不难受？我等会还要闪，先打你一下。哎，赶紧秀！我是过不来，他在很远的地方。哦，
哪个嘴里？800刷死。看到耳鸣亮了，三连看一看，他估计在找地窖。地窖在哪？在石箱。耳鸣，等会儿他在那求吗？遗产。空姐，不磁铁。一会儿，喂，今天要抓空姐，我疼，敢不敢交枪？敢不敢交？哦，闪现空刀！哟，坦队友。空姐跑不掉的，不能放走，放走就是一个怀表，不如把他抓了，滑出去。不应该推。
噔噔噔噔噔，老想吸我。打炸的点，什么？哎呦，有加速！还这么刺激啊，出宝贝，完了。谢幕醉的小春点不行，跳！换人锤，你香水能涂好久。带着加速。
把自己刷死了。修复完，
要不要这么真实？佣兵，我玩这个蛇，僵尸追一下吧。哎呀，加速了。 慢一点。 这边残血，看能不能拦住。拦住了就好说了，然后再去拦先知，那么一嗝屁了。 魔术师起点，正在卡位，没卡着。 打了之后，后面又开始好起来了。
不着急。哎呦，我弹气球刀了。敢丢吗？不丢，你刚才丢了，谁呢？正好四把银。